Hello Stars。Yes, All Star。 哇 ，All Star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越南Channy。 今天我们要来干嘛嘞？我要带大家来开箱越南当地豪宅。那这个房子的主人呢，是一个我的越南朋友。那他平常都穿得非常的普通。那我有一天就问他们说，哎，你们知道哪里有好看的房子吗？或者是不错的房子可以让我介绍？结果他就默默地说，我家有两栋房子，那一个是别墅，那大概是400万美金，现在他们也准备要卖了。那我们现在就赶快进去看一下吧。那这是我的越南朋友台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去看那个越南的豪宅的 room tour 吧，太期待了。 Go, let's go. 它竟然还有那个按摩浴池哎。哇，他们家竟然还有这种东西哎，太奢侈了吧，干嘛。 So this is the kitchen。哦，看一下，哇，对，他刚刚有跟我说，这个门呢是用那个马车车轮做的，那一个马车车轮呢，它就可以做四片，所以你们可以看到，这个弧度呢就是马车的那个车轮拔下来的，那而且非常的坚硬 ，very strong, right? Yes, very strong. 哇。看他们都用的不是黄黄绿绿啊，不然就是蓝蓝的。那这间就是蓝瓷砖。So this is the toilet room。那再来这个是shower room。看，好古典哦。哦 ，but you know， 你知道吗 ？I'm so tall， so how can I will hit the waves？哇，好多颜色哦。这个呢又是那种墨绿抹茶绿的房间，然后用的也是那种瓷砖，欧洲来的。哇，看起来都真的很有年代哎。这个是他们雇佣了4个摩洛哥的人，然后专门过来这里贴瓷砖。整个房子的设计呢是法国的设计师过来设计的，对，所以呢他们家真的是价值不菲啊。这里好像欧洲哦，就是那种你看这个雕花的那个楼梯，这个平常是我走在那个胡志明市，然后硬要到那个很漂亮的打卡的啊，或者是拍照的地点才会有的，那现在以后我都可以直接到他家来拍照了。那他刚刚有跟我说啦，这个呢，这个楼梯的扶手呢，是他们当初请法国的设计师，然后他就待在这里，一个一个雕花，一个一个设计，然后手工把它做出来的。So surprising, handmade French, right? 对。哇 ，Have stars. Yes, all star. 哇 ，all star.哇，在这里有一种就是这里都我的，对，我就是在这么贵上土地住的主人公主人翁。光摸光看这些墙壁啊，光墙壁我就敢肯定它非常的厉害，非常的贵。就是说不管它的油漆或者是它的用的选的那种石材啊，都是非常厉害的，是一块一块瓷砖去粘起来，去找它那个所有的那个装潢的瓷砖，装潢的建材，所以我觉得非常的用心，而且每一间都非常独特，都是有自己的不同的颜色啊，然后不同的一些小小的巧思在里面。这里很大哎，它
$5,000 啊，现在12-13万的一幅画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祭坛，就是他们家会拜拜的地方，拜拜在这里。哦，他们家呢也不是基督教，他们家是那个拜天公那一种的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在这里拜提公了。You have a mango tree? Yes, this mango tree. 哦，他们家还有芒果树哎，那这个是他们家那个啦，乘凉的地方哎，就是说他们家会在这里嗑点瓜子啊，喝点小酒，一家人聚在这里乘凉。那它整个占地呢，它整个土地的面积呢，总共有1400平方公尺，那建筑面积呢，总共有700平方公尺。这里呢，也是属于一个社区，就是说它是一个115户是由建商来帮你盖房子的，然后有尊贵的25户呢是自己买土地，然后自己找设计师来盖的。那我朋友家呢就属于那微乎其微尊贵的25户的其中一户哦。那因为现在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呢，所以他们有意识要把这个房子要卖掉或者是出租。那现在他们的开价呢大概是$400,000左右。那出租的部分呢，我刚刚有问过，是一个月大概2500到3000美元。